要做这个奶煮奶油馅哈、哦，这锅子你一定要找圆底的，啊、哦，不要找这个有角的，这个哈、哦，等一下我们在煮的时候搅拌的时候哈、哦，容易会烧焦，所以尽量找圆底的，白铁的脸盆、钢盆都可以用。750公克的水。冷水开火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750公克的水搭配250公克的克林木粉，等于说是，如果你煮一包1公斤，水就是3公斤。火不要太大。在煮的过程中，不要走开，就站在旁边，要不停的搅拌，不然它会烧焦哦。它刚开始的时候冷水，它油会浮在上面。等一下变糊状的时候，油就不见了。特调的克林姆粉哈、哦，做奶油馅刚开始煮的时候哈，像牛奶一样，它熟的时候它会变糊状。煮的时候哈，一定要不停的搅拌。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它已经开了。先关了，我把它关掉。记得哦，我们做这个馅，不管是红豆馅、奶油馅，一定要放冷的才可以使用。我看到了。它煮好的时候，就像这样子，像浆糊一样稠稠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好了。放冷了以后，就可以做了。